农历四月初六，大家好，我是你忠诚的小司机杨沐晨。今天的科技资讯有：日前 ISIS 开发了一款应用 Huruf， 面向 Android 的平台，专门教儿童学习阿拉伯语。该应用夹杂着圣战语速，向儿童教授坦克、枪支、火箭等词语，还会在应用中描绘武器形象。为什么感觉我这一报道很多人要去下载的节奏啊？为了世界和平，大家千万不要下载。之前 Lubia 和360撕逼小圆圈还发了律师函，360昨晚回应称不认为抄袭了 Lubia。 OPPO 准备推出 TFBOYS 定制版的 R9， 配置和普通版没什么区别，就是机身颜色不同，估计是卖给那些阿姨和小女生的。还有一条 OPPO 的消息是 Find 9很可能在这个月发布。今天 Hyperloop One 成功在北拉斯维加斯演示了超级高铁，三米长的实验滑车在铺设好的轨道上运行了两秒钟，达到时速640公里，撞击到91米外的沙堆，减速停车。这种演示在向投资人和公众展示加速技术上的成熟，真要是9G的加速度，人在里面会被爽翻的。微信扫码搭上 Vizio 的班车，极简又有种每天一分钟。